欧盟委员会就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展开公开咨询。另一方面，中国富人子女大量涌入英国私立学校来就读，那么对英国私校和本地生造成了威胁。好，我们现在呢就现场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许波。我们知道这个欧洲委员会呢就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即将要展开公开的咨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静玲。好的，欧洲委员会是在这个星期宣布将就这个欧盟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展开公开咨询。那么这项咨询的对象呢，主要是以欧盟28国的这个工商界和工会为主。在欧洲对重大议题展开公开咨询呢，是一个过程，它不具有法律的约束，但是呢，对最后的决策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的。那么目前欧洲业者和企业联盟跟欧洲委员会之间呢，对是否承认这个中国经济市场地位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而争议的焦点呢是在与对就是放宽对华贸易的这个保护措施对欧洲本地就业人口可能造成的冲击。欧盟已经表示将在今年下半年就此做出决定，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要让欧盟的28个国家形成共识，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许珀。